要为我们带来表演的是 Bass 没有声音，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曲目是病变，非常感谢。是为我们带来这首团体，鼓手林晨佑同学， Bass 手董燕珍同学，他们都来自惹鸣社。你以为这样就会很好沟通很好合作吗？其实并没有，练习过程实在是非常艰难，意见时常难以统一，经历大家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呈现如今的成果。这个团名的由来是因为时常被戏称假弹的 Bass 手频繁用的，因此请大家多多聆听 Bass 的声音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 Bass 没有声音为我们带来的病变。变成厉鬼才能进入这个世界。